觉得 ice cream 一块钱一支。对啊。我是觉得它的饼干好吃。哇，它真是很长哦，就是它没有骗人哦，它的饼干真是这么长，你看。Garden by the Bay， 因为我们是要来看这里的 Mid Autumn Festival Decoration 2022。我们现在就去看节展。是来这边，哎，到了到了，快点！本来是没有什么太阳，对呀。Now I got the view。人不是普通的，多人是非常非常的多。来，这是个 OCBC Skyway， 可是它的 waiting time 是60 to 70 minutes。就是要上这座桥啦，我发 Q 了，啊，一定是 Q 了10分钟吧。那边有那个。没有，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在 OCBC Skyway。走吧，走吧。哦。
我们是怎么打。这次中秋节的 one of the highlights for this year Mid-Autumn Festival。看完了我们的 OCBC Skyway， 现在就是看到这个 flower map 了。你看一下上面拍的 flower cup。